你知道有一种免于喝超商饮料的自由，所以呢来去喝现做的青草茶。哦，这什么药都拢有啦，依然杂症拢会聚集得到的啦。这草药拢是安怎用来？拢家己去采的吗？家己采厝啊，有啊，家己种植啊，有啊，山顶遐原住民，好、哦、是啊、哦，差不多山顶的原住民较侪，山顶的原住民较侪，按、起来卖恁安尼啊，啊伊那会知影啥物药啊，药作，伊拢知。本来因都拢知影，好、哦、是啊、哦，那无因采储存来卖在掉。安怎讲？一届恁采拢分了，拢几万斤的。好安尼啊，哦，啊伊是家己饲啊，是家己储。无，因咧拢入山的，因咧有法多项安尼直直去安内底，屁股啊车安测成屁股啊走了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对啦，他家己的即咚厉害。哦。晒干，然后咧，给迄个大盘商，了解。大盘商会去给伊采收。免去超商买，啊，只都有新鲜现做的青草茶。青草茶有啥物好处啊？去肝火、退北内火、解肝毒。哦。肠仔火、肠病毒拢可以。因爸爸以前开始就落去煮药啊，就对啦。对对对，嘿。啊，啥叫蟾蜍啊？较上蜘啊。蟾蜍就是蟾蜍啊。啊，啥蟾蜍？伊迄位置啊。哦，伊迄做叫位置啊。古早嘿，古早阮就是咧抬迄种蟾蜍竿咧固定啊。哦哦哦。嘿，外壳固定固定啊。哦。你讲迄个青草茶是安怎用？大概用。嘿。五花草。嘿。竹啊草。嘿。红尾草。哦。啊，椒麻草，啊，薄荷，哦，啊，迄个苦茶咧，苦茶、山茱萸，番茄丁，啊，梅啊草，啊，百合灵芝、观音草，是，哇，你讲啊，遮侪项，我来记会起来，你会记啊，好，安尼会记咧，一肝火退，北内火解肝毒，就是这边青草茶啦。